Hello， 大家好，我是折腾五号，欢迎来到我的新品作死实况哈。上一次喝了这个网传中国最难喝的五种饮料，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外国的东西啊，传的特别的神，叫做 Forlock， 那应该是这么念吧 ？Forlock， 说这个是这个美国的一种非常神奇的饮料啊，它是一种酒，但是喝起来像饮料一样啊。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这个有两个味儿的啊，然后呢，今天就想试一下这个酒，这个酒还有个名字叫断片酒啊，断片酒就是说，这个酒一罐懵逼，两罐断片，三罐脱裤子啊，还有一种名，这个酒叫做湿身酒，那上面写的是酒精纯度是12%，然后呢，听说喝起来很牛逼，就是这个酒就传特别的牛逼，就是特别厉害啊，肯定能给你喝懵逼了，不管你多能喝。然后网上接着怎么说一句话说，不会喝酒的不要沾，会喝酒的不要嘚瑟啊，这个酒。我平时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喝酒的人，但是呢这个水果酒我还是能喝的啊，因为它水果酒那属于像饮料一样比较甜啊。好，我们今天试一下啊，我试一下，哎呀，我开了一下这个味道的啊，跟这个汽水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普通饮料的味道啊。我会不会失态呢啊，我觉得这个酒没那么神啊。来，好的，第一杯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看起来就像这个雪碧啊，对吧，像果汁一样，有一点酒味儿，但是不是很大啊，我们尝尝啊。有一点鸡尾酒的味道，这个度数确实不大啊，喝起来就像饮料啊，我们把它干了。比崂山圣水好喝多了啊，但这气儿还挺大 啊，不是第一瓶啊，这个第一杯感觉就是用饮料啊，喝起来挺爽，挺爽啊。我们再来啊，继续喝这个总比崂山圣水强啊。好的啊，我们的第二杯啊，就跟喝饮料一样，真的这种东西真的要能把人喝牛逼了，真的我也不立 flag 啊，反正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是有点酒味的，我自我感觉这个我自己的酒量还可以，有点胀，气儿很大。当然我这个酒是冷冻过的，凉的更带感。鸡尾酒，我用我的这个喝过的酒来形容呢，就是一个鸡尾酒。你要是细细品尝呢，是有点酒的感觉啊，有点酒的感觉。但是，这么单纯的喝起来呢，就是跟饮料差不多啊，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饮料。但是这个东西很胀肚啊，气儿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有点像汽水啊，气儿比较大。还可以，酒啊，就感觉就像这种，怎么说呢？饮料对，是那种怎么喝这样就健忘了呢？什么地方来着？坦克世界决赛那个叫华沙，对对对对，去那儿喝过那个俄罗斯的伏特加，特爽。哎呀，还好这期视频不是喝最难喝的饮料是吧？要不我也不能这么喝。啊，我这个一罐，他们说一罐懵逼啊，我现在感觉喝了有一半了，感觉传的没有那么神呢。啊，忘了跟大家说了啊，这个酒呢是我的一个美国的朋友给我带过来的啊，这个酒说在美国是禁酒，说在美国被禁了，说这个酒呢喝完经常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呢？因为它叫湿身酒，大家懂是不是？懵逼倒没懵逼啊，他这嗝没少打啊，我绝对没懵逼，现在啊绝对没懵逼，但是确实有点胀。喝到后期的时候感觉这个酒呢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的苦味道，酒嘛肯定是有那么点苦味，就像咱们平时喝那个啤酒，对，有点那个感觉啊，有点那个感觉。但是这个酒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我就是比较喜欢，我怕喝完会上瘾啊。感觉喝到后期的这个饮料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啊，酒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啊，就是喝酒的时候大家喝完酒都是这个表情。
哎，为什么说作死实况呢？因为有人说这个酒吧不能太急。哎，微博上都说这个酒吹的可牛逼了，超级牛逼啊，可厉害了这个酒。喝完之后你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直接把裤子脱了。我就看那个网上的那个宣传说，直接把裤子就脱了，女的，你知道吗？喝一罐，酒量差的千万别沾啊，会能喝酒的也别嘚瑟。其实我也跟大家说，我是东北人啊，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喝酒是比较凶的啊，比较凶的，就是东北人是最会劝酒的一种，一百种方式让你把你手里的酒喝下去啊，然后再续你一杯，东北人就这样。反正我现在没懵逼啊，对。啊，不知道第几杯了，但是我这一罐呢，应该还剩一杯，嗯，来。哎，刚好啊，刚好。然后这个酒呢，会让人昏昏欲睡啊，咖啡因会让人提神，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是相克的。然后他们一重合就很嗨。哎呀，操，他妈低歪了，我日，没了啊，没了，第一罐啊，好的啊，我们现在已经喝了一罐了啊，说好的一罐懵逼呢，并没有。最后一杯。哎，有点胀了啊，有点胀了。这个呢，后劲儿有点强啊。当时喝好像是没什么感觉，不像喝了白酒啊。Sorry， 好，我们接着喝啊，接着喝，少说话，多喝酒。嗯，年轻人肯定喜欢喝这个，一罐懵逼，两罐断片儿，我会断片儿吗？东北纯爷们儿会断片吗？这一罐我肯定要给他换喝下去，肯定要喝下去。对，我觉得在直播的这些，在看这个视频的这些观众，或者是在看视频的这些啊，在看直播的这些观众，妈的喝多了吗你啊？没有啊。在看直播的这些观众也一定非常想看主播喝酒喝懵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我知道你们想看这个，但是我呢轻易不会懵逼，非常的清醒啊，接着喝，不会给我喝吐吧？哎，有时候觉得酒呢是个特别好的东西，牛逼啊！这个酒当时喝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现在感觉有点劲儿啊，有点劲儿。哎，真的有那么牛逼吗？我觉得其实我根本没喝高，你知道吗？根本没喝高，就是有点不能说懵逼啊，就是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根本就没到懵逼的状态。懵逼状态就是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那懵逼的状态，但是现在就是有点胀啊。我们还有第二罐呢，对吧？不着急啊，不着急，我先把这个喝了啊。这个酒喝的有点慢了。有点劲儿了啊，一罐懵逼。并没有 ，sorry， 我滴到桌上了。好的，折腾五号要开启第二罐了，一罐不算什么，两罐才是我们的挑战啊。好，我这次喝的是西瓜味的，应该是啊，因为看到了红色，就挑战第二杯啊，西瓜味儿。可能是我由于喝了第一，呸。可能是由于我说喝了第一罐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西瓜味的这个酒精的感觉特别的浓。可能是第一罐喝太急了啊。现在呢，有点晕。
啊，你们看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呢？这个，胃有点胀啊，所以说，哎，我怎么说这么多的不喝东西呢？我觉得这一罐我可能喝不下去，并不是说我不能喝，关键是我现在这个肚子扛不住，你知道吗？太胀了，实在喝不下去呀、啊，再喝就吐了。要不我们放点音乐吧，是不是？啊，放点音乐。说呢，现在有点晕啊，然后呢，这第二罐呢，我现在喝到这个，15%吧，然后刚才吸了一下，然后感觉这个胃好像有点难受啊，有点难受。哎呀，跟大家唠嗑吧，是吧？人呢，一喝点酒呢，就话特别多。我呢，其实我平时呢，这个酒，我觉得有点危险，两罐很难，这种酒喝的两罐真的很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慎重。有点迷糊啊，没点迷糊啊，放心，我现在是非常非常清醒的一个人。东北老爷们儿，我操，那反了，西瓜味的饮料而已。好了，大学我就这样毕业了，在一个韩国的动画公司啊干了6年啊。啊，可能这个有点跑题啊，半天没喝酒了。再说我现在的情况啊，我是从2012年或者是2013年开始做视频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喝这个 Forlock 的这个最后一杯啊，这个酒怎么说呢，牛逼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凌乱了，没喝多啊，绝对没喝多，不信你们试试是吧，我们把这个喝了啊。酒这个东西呢不能强求啊，尤其是这个 Forlock 呢，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牛逼，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牛逼啊。我们再喝了不一会儿，哎呀，我操！
Thank you.